实境节目全明星辩论会目前进行到中后段，该节目将于本周进行第三次的辩手淘汰赛，并选出该届 MVP。 从预告中可以看见担任队长的黄豪平与陈芳玉当场发生冲突，原因是陈芳玉先是说到平时大家都说他中文不好，随后切换成自己非常擅长的英文开始进行辩论，不料话说到一半时，黄豪平误会他已经结束辩论而直接插话，表示他认为陈芳玉不在意观众以及节目，是个非常糟糕的队长，双方因此引发冲突。最后在评分时，陶子姐则询问陈芳玉当时是否有把话说完，他则相当委屈地表示还没，再加上自己很自责中文不好，直接当场落泪。引人注意的是，黄豪平也承认是自己的错误，最后和陈芳玉道歉，不过他也因为面对种种质疑忍不住在舞台上落泪。Bye.